那就麻烦你帮我给林家泽了。你说什么？帮个忙啦。林家泽，你是要送给林家泽？你别说是我送的，心意到了就好。苏灿灿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初一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他，但是。好了，咱们下面检查一下昨天晚上留的作业情况。这个第一道题，哪位同学起来说一下答案呢？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。好，那就从栾玉这列开始，大家挨个来，来，抓紧点时间。栾玉，选 C。说一下理由。三元二分之派等于一，所以这就选 C。对的，坐。来，下一道题，徐美丽。选 A。给大家讲一下。认作一条与 A 所在的直线平行 L， 在 L 上认作一点 O， 可在 L 上分别做出 OA 等于 A，OB 等于 B，OC 等于 C， 所以选择 A。好，行啊，徐美丽，你的功课做得挺好啊。谢谢老师。坐吧。来，下一个。救人民圣道，七级浮屠。天野，天野，杨哥，拜托拜托拜托。说一下理由。因为直线 x 加 2y 加3等于0经过第二象限。坐。苏灿灿，我们在讲什么？肌肉函数。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和蓝天野同学讨论问题。你坐下，有什么问题下课再讨论。咱们继续看下一题，下一个同学，选 B， 因为函数 f 你给我写一个 sin 的嘛，是什么意思？求和啊。等于20，函数值是11。好，对，这道题是对的啊，走吧。苏灿灿，你给我出来！找我吗？少装傻，就你。有事吗？当然有事儿。昨篮球赛上你撞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没算呢。是你啊！给我道歉！道歉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学校怎么可能会输？明明是你先撞我的，你才犯规了呢！少在这强词夺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吵死了！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就是来解决一点私人问题。有什么事儿，在这儿解决。管这么宽，你算老几啊？我不算老几，但你搞清楚，这里是宁远。哎，他就是宁远的蓝天宇。走着瞧。谢谢你啊！别烦我。蓝天野，蓝天野，你玩什么呢？与你无关。
那个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，但是我们毕竟同桌这么久了，如果我哪里惹到你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计较了好吗？蓝天野，分科你选什么呀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就随便问问。你数理化这么好，一定是选理科了。你知不知道林家泽选什么呀？你干嘛？想知道林家泽选什么，自己去问啊。苏三子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利用我靠近林家泽。发什么神经啊？电子宠物都养不活，丢人！怪不得脾气那么差。